傅总对我有知遇之，又有师友之情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们的争论还没有结束，飞鹰的祖征还没有完成，他就突然离开我。其实我一直想向他证明，我坚持的设计理念是对的。 我们一定可以造出一架强大的监控战机，这也算是我对他最好的回报。可是现在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你不能分神。 现在飞鹰样机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，但是难过没有用，都总在天上看着我们，咱不能把事情搞砸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振作起来。 这太难过了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吧。德良，哎，对不起啊，老秦的脾气你最了解了，他在工作上太固执了，会无意的伤害到身边的人。但是我今天想代表晴天。 这些干什么呀？老秦跟杜总，那就是单纯的那科研上的探讨吧。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。知秋呢，就是急火攻心，所以才跟老秦说的那些话。刚才在院子里，他自己也说了，这些道理他都懂。等过段时间，慢慢就好了。其实我倒是担心老秦。 我想，现在心里压力最大，心里最不好受的，应该就是他了。所以慧芳，哎，多劝劝他。老伙计啊，咱哥俩认识快一辈子了。
咱哥俩这一辈子，一个文一个武，驴唇不对马嘴。可是，在一起的时候还挺愉快，是吧？咱不是说好了，都退下来以后，没事儿喝点小酒，溜溜弯儿。这为什么你就走了呢？我也怪了，等着我，等我到你那儿去，咱们好好喝喝，好好聊聊。定让飞鹰腾飞。爸，我会照顾好知秋和云飞的，您放心吧。根据内部推选和上级的最终决定，由秦天同志接任飞鹰型号总设计师。下面有请秦天同志发表讲话，大家欢迎。感谢领导和组织对我的信任，来接任飞鹰型号的总设计师。这既是一份光荣的传承，又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。我想大家都清楚，自飞鹰这个项目启动以来，屡屡受挫，机身断裂、换发、进气道设计，以及飞机的颤振等诸多问题。在此，我要向上级、海空军代表以及417厂的全体成员庄严承诺，不管前方有多大的困难，我将和大家共同携手，誓将拦路虎一一清除，直至飞鹰翱翔蓝天。下面我向大家对我后面的工作方向进行一下简要的汇报。我决定部分调整总师系统，层层把关，及时处理型号进展中的各项技术问题。重大问题由总师系统集中进行讨论并解决，各项任务都有专人负责，这样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。除此之外，我想在飞鹰上尝试一下伺服颤振试验，因为这个试验风险太大，经费太多，一直没做。我认为飞机结构变形以后对液压包括操纵系统会产生影响，如果能够进行颤振试验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有什么需要支持的吗？除了各部门的技术支持之外，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资金问题。长江，我知道，经费嘛。司令，其实这个经费问题啊，一直是我们厂的最大的问题。之前已经好几次了，
如果再让我们向国家要钱，真不知道怎么。这样吧，你们先打一个报告，我跟海军方面再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自己也会努力想办法。司令员，请放心，不管遇到多大困难，我们的信心和决心绝不会变。好，我预祝大家成功。 回来了啊！哎，月月，赶紧起来，你爸都下班回来了，快点，大中午的了，吃饭了啊！什么？还没起呢？有没有点作息规律啊？看看表，几点了啊？暑假呀，妈，暑假还不让人睡个懒觉了？就知道睡。 舅舅，您回来了啊！您看，这是之前您让我改的这个设计图，我重新画了一遍，您看看。哎，拿着。臭小子啊，不错，有进步。你呀，跟你哥学着点，你有他一半用功就好了，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？你啊，爸，您别老一拉一踩，啥啥都带上我，行不行啊？哎，不是月儿啊。 你们这个学什么艺术的就没有点什么暑假作业什么的？爸，啊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学艺术嘛，就是需要有灵感，没事呢多出去见识见识社会，多与人接触就行了。行了啊，我问你啊，这个世界哪一行是不需要反复练习的？你这朗诵，你不得练嗓吗？你表演，你不得有形体呀，是不是？你行了，饭都盛好了，赶紧吃吧。我跟你说啊。 别借着体验生活老出去瞎玩去啊！我告诉你，没完了你。哥，你旁边呢？啊？没有。嘿嘿，嘀咕啥呢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舅，您赶紧吃饭，嗯，先吃饭吧。嘿，行了吧，这不好不容易暑假嘛，等开学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啊。哎，舅，嗯，您这袜子怎么都破成这样了？ 哎呀，老秦，那给你弄好的那双袜子不是在那儿放着呢，让你换上，你怎么又穿这双啊？你这么不听话！我穿在里面，谁能看得见呀？那谁能看得见呀？你怎么说也是咱们厂的总设计师啊！你穿一个破袜子，让人看见都笑话你。一会儿听话啊，把这袜子给我换上，听见没有？我不是这吃着饭呢，你这换袜子你。舅妈，这袜子都打过补丁了，这不得给舅舅买个新的吧？行了啊。 买新的不需要花钱呀，别忘了我们的光荣传统，节俭一点儿。这怎么了？这不挺好吗？这个，来，这吃饭吃。嗯，吃饭啊。妈，你手腕又疼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老毛病了，线条也没事儿。舅妈，您不能拖着了，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哎呀，看啥呀？我自己就看了，你上次买那红花油，我还没用完呢，我涂涂就行了。 不行，那您一直这样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哎呀，还是得看。行了行了，您别管我这手了，赶紧吃饭吃饭。哎，行了，赶紧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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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，你真的想通了？哎，你也都看见了，舅舅舅妈现在过得这么节约，咱们又得上大学，他们还得给咱们零花钱，看着他们实在是不忍心啊。 嗯，咱们跟张云飞做买卖挣点钱，既能勤劳致富，又能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好事儿。走吧，这张云飞去。嗯，哥骑车带我。我不骑了。月月，你放心，哥这渠道绝对没问题啊。好嘞，哥。 哎，丝袜齐了。哎，三儿，啊，云芬的单子把货点清楚了啊，别差事儿啊。放心吧，哥。邓丽君，五牌。
你这一盘鸡蛋，哎，谢谢。兄弟们，这是正宗香港货，来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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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款最领先了，不一样。张云飞，我跟詹鹏哥帮你数吧，你别数错了。105，那加上你之前的呢？652，哇！怎么卖这点东西就能赚600多块钱？那我们仨人一人能分多少钱啊？云飞，你这道题我解出来了，你帮我看一下对不对？哎，你帮我看看。那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？我们这哪来的？我们赚的。啊，情况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你们是咋想的？哎呀。我们这不是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吗？顺便啊，自己致富，顺便也挣点钱买衣服。哎，国强哥，要不你也加入我们吧，就当是勤工俭学。他不是这么个理儿，你们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吗？你们这个不是走私吧？走私可是违法的。我们是正规渠道，这都改革开放了，你得思想灵活一点。我不想跟你们说了，我走了。国强哥，那，你可得帮我们保密啊！不能当叛徒啊！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国强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。最重要的问题是咱们几个怎么办？万一那些东西真是走私货呢？那可是犯法的。不可能！买完下一批。收手，啊！听云飞的。好消息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好消息，我们的钱批下来了，海军那边呢也是勒紧了裤腰带批了我们的经费，不过只有报告里的80%。啊，没关系，剩下那20%，我们自己想办。不是，你们这钱批下来不，为什么不高兴啊？哎呀，你说国家掏了这么多钱，这万一飞鹰搞砸了，你，我就直接跳河算了。别说丧气话。你们这没钱了也愁，现在有钱了，怎么更愁了呢？周亮说的对，钱批下来了。压力就更大。心里没点数啊！倒卖那东西都是香港走私过来的，偷我了？我没有偷过，你抓错人了。没有是吧？行，回去。疼！哎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家就是香港的。哎，轻点。哎，慢着点路啊你。
哥，嗯，你给自己买点啥没？我呀，我给舅舅买了一袋新袜子，然后给舅妈买了个新手套，还有红花油。真是比亲儿子还亲哈、啊！哎，云飞哥，哎，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货呢？雅玲，好像……哦。等一下，静后有人问起我们的事儿，就说什么都不知道。哦。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老毛被逮了。什么？你慢慢说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刚要到老猫那儿拿货，我就看见俩警察直接把他摁地上了，说他的货是走私来的。哎，不是，那那两个警察看见你了吗？啊，没看见你，应该没事儿。警察不会找到我们的。他的货是给我们的呀，盘查到我们，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不是走私吧？走私可是违法的。站住！大佬，老麦那东西都是枪王走私过来的。偷我了？我没有偷过，我抓错人了。没有是吧？行，回去。啊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叫投机倒把。什么投机倒把？现在都鼓励做小生意，做万元户才光荣呢。陈鹏啊，那你告诉舅舅，大家为什么要这么照顾你，还要培养你呢？就是为了让我成才。你只说对了一半，大家照顾你，不仅是想让你成才，更是想让你把这份航空事业啊继承下去。啊，舅妈，你看我在那儿呢，那儿，看见了？哎呦，舅，好小子有出息啊！你呀，跟你哥学着点，你有他一半用功就好了。亲爱的舅舅、舅妈、赵叔、知秋姨，非常抱歉，我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责。信封里是我的全部非法经营所得，我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，参与了倒卖走私，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作为哥哥，我没有做好榜样，我要为我犯下的错误负责。舅舅，舅妈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们失望了。咋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
江占鹏不见了，他好像去自首了。自首？上车，上车！报警了。有事儿，同志。啊，警察同志。你到底有没有事儿？是这样的，我自首，我自首。我是参与钱小鹏偷鸡盗把案的成员。你们俩是一伙的？我不认识他。小王，是，押下去问问。是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其他同志，我刚刚。不用报警了，咱家狗找着了，他自己回来了。说啥？警察同志，昨天晚上我们家狗丢了，这狗跟我哥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他急得不行，以为被人偷了，所以就要来报警。现在狗已经找着了，不用麻烦你们了。这些叶子呀，真的，哎呦，老秦就喜欢窝那浆水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能吃能吃。哎呦，我家这个云飞啊，大清早就不知道上哪儿野去了。月和战鹏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在屋里锁着呢，这两天呀、都不出门，天天跟那录音机杠劲呢。我家云飞也是，前两天买了一个二手的宝贝。哎，你猜猜他花了多少钱？二手录音机，300。三十。这么便宜？哎，这可真够便宜的。是啊。你说人家设计师的孩子，干啥啥成，这买个东西他都便宜，可不是吗？人家俗话说得好呀，就是龙生龙啊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。哎，这叫瞎说啥呢？在这儿。这咋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谁是赵云飞的家长？事儿啊，这是。哎呀，这是。我是他妈妈。怎么了？这个是你儿子吧？是我儿子。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这个是搜查令。你的儿子赵云飞涉嫌倒买倒卖走私物品，有些证据呢，我们需要取一下，希望你们配合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云飞不是那样的孩子。哎呀，就是这孩子平常云飞走私了？没有没有，你别着急啊，没搞清楚呢，看看啥情况。哥，我舅妈说，老秦呢？出事儿了。云飞被警察抓走了，说是涉嫌倒买倒卖走私物品，你快通知德良，想想办法啊！不像话！你知道你犯的这是什么错误吗？啊，这已经不是低级错误了，这是业余啊！我告诉你，连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都不可能犯这种错误。你说你们都工作两三年了啊，你能不能用点心？你负点责任行不行啊？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，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，怎么就记不住？你吓我一跳！你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好，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对不起，赵工，下次一定注意面壁。是是是，一定要严谨啊！科学来不得半点把握，知不知道？真是气死我！
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你说什么事儿啊？来来来来来来啊！来啊，嗯，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啊。刚才啊，嗯，我接到了院里给我来的电话，说咱们家云飞啊，嗯，好像参与了吴云的倒卖倒卖，让别人所带走了，是吧？来来，借过一下。出什么事了？这是，哎呀，警察来了，拿的搜查令，说云飞走私啊！哎，警察同志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是他妈，他是我儿子，我了解他。我儿子是正经的大学生，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警察同志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至少跟我们说明一下啊！赵云飞自己已经承认了，请你们不要妨碍公务。哎，我没有妨碍公务。我知道你们一定是公正的，要不就我跟我儿子一块儿去，可以吗？等案件调查清楚，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云飞，云飞，云飞，志雄，志雄，云飞，志雄，云飞。具体情况呢，我们正在调查，二位请回吧。哎，同志，我是赵云飞的父亲，我儿子现在被抓了，我得了解一下情况啊。就是啊，到你们该了解的时候，你们自然会知道的。啊，小同志啊，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误会呢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办案呢，有办案的程序。请回吧，二位。哎，我能见见我儿子吗？啊？同志，同志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我能不能见见我儿子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回吧，这是派出所。我知道是派出所，他不理人啊，他。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要是回这什么态度啊？哎呀，一会儿把你，这。月月，咱不就跟舅舅说了吧？说啥？咱就实话实说。云飞本来是想帮咱们做点小买卖，勤工俭学赚点钱。哥，我知道你心里过意不去，可是云飞进去已经这么乱了，如果你再去坦白，那我爸我妈还有知青阿姨不得崩溃了呀？我爸对你期望那么高，你不能让他失望了。舅妈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这么早你干啥去啊？没事，舅妈，我就是出去走走。不，战鹏，战鹏，哎呀，行了，战鹏，舅妈懂你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是不是？我清楚，云飞的事情跟你没关系。不是，舅妈，我真的没往心里去，我就是想一个人出去走走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让你走，你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。放心，我没事，我就出去走走。哪儿去？战鹏。这大清早的，拿着行李要上哪儿？问你话呢。安东，浪头机场。你疯了吧你！浪头机场，你知道浪头机场有多远呀？早就废弃了。你听我说。任鹏啊，浪头机场是你爸妈战斗过和生活过的地方，也是生下你的地方。去一趟也好。
老秦，干嘛啊？年轻人受点挫折没什么，但重要的是，你要想清楚，这辈子你究竟要干什么，和为什么而活。知道。舅妈很快就回来了。行了，咱们去吧。啊。老严，哎，老来了，嗨，这就是严副所长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赵公，这是我们厂长张长江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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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副所长，我是那个赵云飞的父亲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请坐。哎，那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赵云飞，他虽然确实参与了倒卖走私物品。但是好在啊，第一，他不知道商品是走私的；第二，他主动自首，而且指认出了钱小毛的另外两个同伙，也算是检举揭发有功吧。云飞这个孩子呢，本质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绝对是个好孩子。对，他只不过是心疼父母，想利用暑期这点时间呢，挣点钱贴补家里。哎呀，谁成想，其实话说回来，咱们现在国家不是搞这个改革开放吗？所以很多新鲜玩意儿一下子涌进来，这孩子没有辨别能力，一下子就犯了错了。老爷，我希望呢，就是你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方面的情况也考虑进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孩子这个嘛，各方面情况我们都会综合考虑的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你们先回去，等候调查结果。头彻尾的中国人，去哪儿啊？哦，那个浪头机场，顺路吗？那早废掉了，你去那儿干嘛呀？啊，我就是去看看。上车。哎，谢谢谢谢啊。哎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人能载我了。这条路人少车少，有言在先，别动坏心思，否则吃亏的就是你。你放心，我是好人。我叫张占鹏，是个大学生。大学生怎么了？大学生就一定是好人吗？大学生就很牛？你现在不也照样求着我搭便车吗？哎，那是那是，驾驶员那可是八大员之一，谁敢瞧不起呢？坐稳了啊！小陈，前面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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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心吧，注意前方。慢点，慢点，我不赶时间。我赶时间，机场旁边的村子等着我这批货呢。
真没用。谢谢啊。浪头机场是你爸妈战斗过和生活过的地方，也是生下你的地方。这边没有问题了。我从小就是在飞机大院里长大的，每天听惯了飞机的轰鸣声。